一出局而已。就这一棒打成了一个飞球，在左半边左外手接到之后，这个球开始回传，但是回传的力道不太够，不够，因为是胡金龙的关系。哇，中啊，这是他要到本垒后方补位，没有去撞到简富志，简富志在那里指挥，所以直接跟简富志撞下去。哇，不要受伤才好嘞。这是一个高飞牺牲打，在二局的上半。蔡明觉呢是有一个打点的进账，回来得分的是周思齐。不过这时候大家可能要注意的是林昌化，看起来好像并无大碍了。因为这个转传也是来不及了，所以胡金龙就试看看，但是传的距离还是不够，力量比较不足。来看一下他的，哦，因为他是要赶快来做一个补位。两个人，哎呦，都在看球，都没在看人呢。就给安娜，就他的右去撑一下地上，撑一下，对，所以稍微有一点还好，并没有。